那悟空就是拿这个棒子这样甩啊，各位懂吗？哇，我真的是哇，学的惟妙惟肖哎，受不了了。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双 day， 我的影片让你无可挑剔。那今天皇帝要来拍特殊五排阵啊，那特殊五排阵一直深受我频道观众的喜爱。那今天我们要拍的主题是百妖物语，这五个造型都是从盛典造型里面出的，非常有日式风格的味道。那皇帝今天要玩的呢是悟空的混咒妖王，是这一期盛典60等会送的造型。那我觉得他这个混咒妖王的造型做得非常的帅，我觉得不买蛮可惜的，充满日式风格的味道。而且他整个特效啊，我觉得虽然没有特别华丽，但是光那个美术图啊，霸气侧漏。OK， 那如果各位喜欢这样的特殊五排阵，在底下留言告诉我。那我们话不多说，马上开始 ，Let's go。OK， 我们配对到人了哈。哎呀，看来这一场没有妹子，没有妹子，我怎么提起我的干劲呢？可恶，我要拿出我的大棒棒，屌打对面那群棒子啊。OK， 各位可以看到这个悟空的这个混咒妖王的造型，真他妈是帅啊！我来学一下悟空拿棒子甩的画面啊。你妈的真的是傻屌，我活这么大没人比你更狂，同意的请按赞，我们一起来看看有多少人同意我说的话。你看这悟空这个棒棒，我不知道为什么只要是悟空的造型啊，他那个棒棒一定会做的很有特色。来来来，26秒的时候我们二技能就要先跳出去齁，这样我们二技能就会开始跑冷却，那我们等一下再敲第二棒会更快一点，会增加一点点的打野速度啦，好不好？虽然不会到提升多少，但是这是个蛮重要的小小细节，这是我一个悟空神的朋友教我的。哇，我们这一场打野怪都没暴击耶，糟糕了。我跟各位讲，如果悟空玩打野啊，你打野怪的时候都没什么暴击，我跟你讲，打野速度超级无敌慢。吃凯撒，吃凯撒，来吃吃吃。哇，上路有点危险。来，他的红 buff 不是红 buff， 他的蓝 buff。OK， 吃掉，碎了。来抓中路图伦，我们现在前期的伤害真的还是没有很高啊。没有暴击的话，悟空真的是一个超级小兵哎、欸。来，我们把他蓝 buff 吃掉之后，我们现在在……不对啊，我蓝 buff 啊。哎呦，你残血还敢烦我野怪啊你兄弟啊，你残血呢啊？那、啊、没关系没关系，我们稳稳拿下一颗人头，要帮他们吗？应该是不用啦啊。来，我们直接先以我们自己发育为主啦，我们后期一个打五个，拯救天下，好不好？好、哦，来中路中路。哎呦，打你哦！哎 ，OK OK， 交给队友了哈。有没有两颗人头啦？猴王啊，各位，我是猴王，来撤退，不要打，我们继续弄哈。队友要打就给他们打，反正这一场我负责凯瑞啦，好不好？交给我了，出个攻速血好了啦，好不好？出攻速血的话，我们可以敲越多棒啊，对不对？悟空敲多棒，伤害就高啊。那这边可以来杠一下这个肥类的屁股。哎呦，肥类哦！哎呦，飞雷给我劈啊！飞雷，你敢给我劈啊？哈！中路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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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路 ！I coming, baby！ 哎呦，哎呦，四颗人头喽！你们前期让悟空拿到四颗人头，你们就死定了啊 ！OK。拆塔咯，你们都不守塔的耶，欸，对面是不守塔是怎样 ？OK 啦 ，OK， 不守塔，来，来敲人敲人，飞嘞飞嘞飞嘞哦 ，baby baby， 耶、yeah, 切嘞，敲，哎呦喂呀，哎，这悟空的伤害真的是鬼扯哎，各位，哇。会玩悟空的人真的很屌哎、欸，就是后期就直接一打五不胡烂哎、欸，来，你看六颗人头，你敢信 ？OK OK， 哎、欸，这局算是小小顺风啊，对面要加油啊 ，OK，
敲人时间 show time 好不好？好，帮他吃个野怪了，帮他吃个魔龙好不好？看他一个人吃那么辛苦，帮你吃。敲 ，OK。来，这个这里绝对蹲得到人，这里绝对可以。哎呦，你看两棒了，哎呦喂呀、啊！啊，哎呦呦呦，吓死吓死！不过那个伤害应该是不会把我打死啊，超猛的、啊、我。来，继续继续 ，Come on baby， 来这个蓝，干这海牙，这海牙的标也太歪了吧？来，哇，残血残血，好可惜哦。来下塔压进去哈。哎呦！不要不要不要！痛痛痛！啊！不要，不会死！来，俺老孙复活了。那你们对面感受恐怖好不好？来，蓝 buff 应该差不多时间出了吧？我算个时间，应该差不多在三秒内吧。有没有机会？有没有机会？我觉得是时候我进场了啦。哎呦！哎呦，跑喽跑喽！有没有反杀机会？哎，没有没有戏，也没有戏 ，no no no！ 蹲这个草，蹲这个草，我想这里一定蹲得到人，这里一定蹲得到人。来哦，有没有戏啊？有没有戏啊？嗯？怎么是敲飞泪啊 ？OK， 哦，干暴击伤害5000多是怎样？鬼是不是啊？来，我们直接偷袭上路压进去，对面肯定想不到、啊，我是偷拆小王子哎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对面应该是来手了啦。嗯，拆塔喽！啊，不要！不是啊，那雅雅真的很烦哎，就是隐形角色都会裸体，你知道吗？他还出眼睛哦，我看一下。太涂眼睛，真的假？哟，下塔下塔拆下塔！哎、欸，我一棒那野怪消失哎、欸，一棒塔不见，我现在伤害应该是非常高的、啊。他们打起来，他们打起来了！鹬蚌相争，渔翁得利。来，拆塔时间。哇，这一场赢得有点太轻松了吧？哎呦，你还敢出来？真的假的啊？哎呦，两棒两棒啊！哎呀，不要不要拆不要拆！啊，死掉了，靠腰嘞，没关系。混咒妖王悟空啊，我真的是很屌啊！哎，辛苦了各位，然后全部死光光是怎样？有机会吗？赢了吧，赢了吧！飞泪来不及了，哎哎哎嘿嘿哎、欸，靠腰，傻小啊，还没结束哎、欸，大家高兴的太早了。我讲各位，交给我好不好？我讲，我们鞋子卖掉，出那个几手鞋，我们进去敲，我们进去把那个塔给敲掉。交给我，交给我，交给我，这个我专业的、啊，这个我专业，这个我专业，交给我，交给我啦。OK OK， 偷袭的工作交给我啊，各位，来来来，交给我，交给我，好刺激哦，来来来，交给我，交给我，我跟你讲啊，偷拆小王子啊，不是跟你说假的、啊，快快快快快快，下下啦，啊啊，我赢了，我没了。在这个世界上啊，有你这种人才真叫可怜。嗯，混作妖王悟空，哎，你看我真的、啊、我不会讲
哎、欸，哎呀，怎么可以这么屌啊，各位？有没有各位？什么叫做真正的猴王？烦死了！各位以后请不要叫我小青神啊，叫我猴王悟空神。没有啦，开玩笑的，悟空还是卢克比较强一点啊。那皇帝跟各位讲一个冷笑话，那动物园里面呢、啊，哪一个动物是最凶的？给你们五秒钟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OK， 公布答案是猩猩，好不好？因为猩猩它超凶的啦。天一冷，正看你的脑子也冻坏了吧。OK， 好了，那如果各位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记得在底下留言告诉我，按赞好不好？那今天的这部影片，我是觉得我很屌啊。如果各位喜欢，记得订阅我，打开小铃铃，谢谢大家，我双弟，我的影片让你无可挑剔，那我们下一部影片见啦，拜拜。We'll be right back.